朱丽叶。啊，罗尼奥，哥哥，你愿意跟我一起离开吗？哥哥，贝德贝，啊，罗尼奥，罗米。什么声音啊？是主教。可悲，可悲，哥哥，你别激动，没准儿朱丽叶真的是猪变的啊。哎呦，太敬业了！是啊，都已经几天几夜没睡了。感谢大家的谅解，替补的配音员已经就位，请大家继续观看。啊，什么跟什么？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现场配音吗？朱丽叶，罗密欧，我们约好了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。这声音反差也太要命了吧！由于爆炸声用到的炸药多了一点，不小心炸塌了，请各位见谅。炸药是真的吗？这都行，旁边在放什么电影？你最爱的银河特工队。啊，这么刺激，我想看。喜剧特工队，时空起点出现了。车动吧。哎，别挡着，坐着。抱歉抱歉，不怕强敌，喜剧出击。扰乱的时间点是1877年的纽约，美国科学家爱迪生首次把留声机带到公众面前进行演示。根据记录，爱迪生偶然机会下发现通过震动可以把声音记录下来，于是发明了留声机。对，留声机的出现关联到后面所有的音像产品，例如录音机、唱片机等。如果没有这些设备，所有的影视媒体都会没有声音了。可悲，可悲，可悲！嘟嘟，冷静。我们现在就去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，爱迪生先生，请问你是怎么想到可以把人的声音保留下来的呢？这个可以从不久前说起。我偶然听到电报机的声音，灵机一动，我发现通过震动的频率可以把声音记录下来并重现。你不会觉得自己的想法太异想天开了吗？我认为只有敢于打破常规，才会创造出更多的发明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们非常期待你的发明。好吧，事实胜于雄辩，我现在就演示给大家看。马里有只小羊羔，小羊羔，小羊羔，马里有只小羊羔，雪白的羊毛。然后马里有只小羊羔，小羊羔，小羊羔，马里有只小羊羔，雪白的羊毛。这不像爱迪生的声音了。奇怪，声音好像不对。马里有只小羊羔，小羊羔，小羊羔。马里从来不洗澡，不洗澡，不洗澡。马里从来不洗澡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长大没人要。好朋友，好配合。爱迪生，原来你藏了个同伙在柜子里面。不，我根本不认识他。哎呦，假装不认识我了，我们不是好伙伴吗？走开，你谁呀？果然是个骗子。爱迪生骗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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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迪生。大家冷静，爱迪生，爱迪生，爱迪生不是骗子，都是那坏柠檬捣的鬼。你有证据吗？等着，我找。没有，没有。有香味，是这个零件。好家伙，居然用巧克力换了里面的邻居。巧克力，怪不得课程无法记录声音。爱迪生先生，你换个新的零件再试一次吧。不准换。柠檬酸爽合体。
怪，凯奇什么时候出过唱片？闪电包，喵！通天拳套，火箭拳，怎么了？闪电包！你没事吧？你眼睛是看哪里的？怎么是冲着我的？不是，不是我，我明明都听见了。你说，经过声谱分析，的确是凯奇的声音。你们倒是相信我呀！我们那么多年好兄弟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凯奇。可否听我说一下？尽管我耳朵不是很灵，但我都听得出声音是从那边传来的。答对了，通天火箭拳。果然飞的。果然是这家伙模仿了凯奇的声音，我早就看穿了，别想离间我们。不不，再来逆转光枪。不堪一击。是吗，小笨猫？还给你！逆转光枪！没事，这里太危险了，交给你们了。可悲，可得悲。机器录音完毕。可悲的，这可得悲。识别不到我们现在的声音，全部用不了。我终于不是那个需要别人翻译的人了。没有技能，我们还怎么战斗？喵！根据分析，你的逆转光枪。闪电包！小兄弟，道具只不过是道具，谁用才是关键。只有敢于打破常规，才会创造出更多新发明。飞哥，可飞，小可飞。他的神奇布，可不得！可不得！我来帮你，慢吞吞的，逆转光枪。
锤，我叫。留声机还好没有损坏，这可难说，你赶紧试试吧。啊，也对，因为大家的帮助，我的留声机才没事。我希望这个录音由大家一起完成。哦，好呀，是要成功吗？我最拿手啦！那里有只小羊羔，小羊羔，小羊羔，那里有只小羊羔。直走，然后这边，不，右边，对，错不了，跟我来，网红甜品屋应该就在前面。啊，我的隔壁的隔壁隔壁，对，凯奇同学，托你的福，我们迷路了两小时，你觉得这附近哪里像有吃的？我们还能再信你吗？那个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嘛，我可以，真的可以的。来看我嘴型。哦，小霞，哼，艾儿，别管他，上网找路。收到，连接网络，打开导航地图，搜索网红甜品屋。啊，来了来了！啊！嘿，整个小镇的甜品店资料都在这儿了，想去哪个自个儿加油找吧。互联快递，使命必达。这什么鬼？我要上网搜索，怎么整了堆资料出来啊？上网失败，整个网络消失了。什么？齐军特工队，时空起点出现了。好，出动吧，不怕强敌，齐聚出击。网络没了，大家的生活可都要乱套了。九十秒。可是网络并不是单一发明，阿帕网、广域网、互联协议，还有传输光纤等等。对，超多发明和技术互补互助，才构成了现在所谓的网络。所以青青老师，幻柠檬到底对什么动手了呀？是万维网，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网页。这次的关键时刻是1991年英国科学家蒂姆发布第一个网页的瞬间。网页的出现让全世界的人都能无视距离，更方便的交流，因此互联网才会快速普及，彻底融入我们的生活中。还是不懂。简单解释，蒙查查搞事，没了网页，没网页互联网就不会普及，所以我们应该造飞幻柠檬。走吧，去把网络夺回来，时间飞船奇趣变形。就是万维网的发源地，欧洲核子研究所。哇！奇趣特工开始启动。虽然全球都铺设了网线，可繁琐的操作还是让互联网难以普及。不过一切到此为止。好，连上了。接下来，你好，世界。嘿呦，爱与和平。哈哈，这就是交流网页，酷啊！萨瓦迪卡，可以可以，总算发布了。哇，好多人。那个，大家好。哇哦，成功了！有了万维网，全世界的人就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然后吃瘪。啊？是谁？柠檬酸爽欢迎。咕咕，开始入侵。通天金刚拳。这怎么回事？冷静冷静。你们是？
我们是来帮你的。呀呼，往上冲浪！不不，就在这里吧。琪琪，破解破解，战斧系统。我的底盘听我的。嗯，那怎么金融中心被入侵了？不好，系统马上就会完全崩溃的。啊，怎么办？到时全世界都会大混乱的。警告，蒙乔莎利用网页漏洞入侵了国际金融中心。什么？都怪我，要不是我开发出能互联的网页。糟了，再这么下去，蒂姆先生会放弃万维网的。凯奇，快用奇趣徽章进入网络空间吧。秒，还有这操作？这可是未来科技。好了，快快行动吧。艾尔，你留在这戒备。收到。蒂姆先生，这事交给我们吧。哎，这全是我的错。不，你是对的。你所开发的万维网能将直径12742千米的地球变成地球村。变成地球村。我们这算是传说中的顺着网线去揍人，对吧？别拼了，最后冲刺，前面就是金融中心的网络空间了。好，马力全开，冲啊！怪柠檬，本喵来也！奇趣变形，去吧，柠檬病毒，安保防火墙强制启动。这是什么？继续！格德，别着飞！嗨呀！问题：复活岛的摩艾像第几个鼻子最大？这什么跟什么？糟了，那是网络空间的安保系统。要是答不出他提出的问题，你们会被当成错误数据攻击的。什么？空间压缩，倒数30秒，29、28、27。问题过于奇葩，没有记录。等等，你所开发的万维网能将直径12742千米的地球变成地球村。时间到，报告非法数据。糟糕，完了！好险！不，命真大，再来，再来！问题：复活岛的摩艾像第几个鼻子最大？又是这题，这谁知道啊？倒数30秒。不管了，死喵当活喵咽。第一个，回答错误。那第二个，回答错误。第三个，第四个，第五个，第六个，第七个，第八个，第九个。第十个，第十一个，第十二个。格德，别等，格德，嘟嘟，第98、99个，100。本喵就不信了。小野猫，别再乱砸了。凯奇，嘟嘟，叽，就快了。马上就能完成控制，柠檬大胜利，砰砰！怎么办？我又不住复活岛，这本喵怎么知道啊？我知道。沈喵？不，应该说，是万维网知道。大家好，有谁知道第几个摩艾像鼻子最大吗？
啊？这谁知道？啊哈，不懂，下一个。抱歉。没有吗？不，你瞧。我知道。啊。我家就住在母爱巷旁边，我这就去看看。鼻子最大。有了。第二排第九个，回答正确，允许访问。客人，谢谢你，蒂姆先生。该说谢谢的是我，因为你们，我才再次认识到，拉近世界，让大家联系在一起。这就是万维网的意义。去吧，全世界联网的人都是你们的援军。看本喵的，飞喵一号出动。防火墙。问题，熊猫的后脑勺是白色。呀！哎！呀！问题。啊哈！这呼呼赛狼最早是用来，当然是赶狒狒呀。喵！哈！问题，问题，问题。摇滚。豆皮舞，麻婆豆腐。接招吧，坏柠檬！不急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哈，到你答问题了，逆转光条！问题：拿破仑的三舅妈的表弟的侄子的妻子的隔壁邻居家的狗叫什么名字？谁知道啊？回答错误。回答错误。哇！请回答。时间到。哇！轻轻松松，本喵力够。放心，接下来我会加强对万维网的安全管理，教导大家正确使用网络。我相信未来的互联网一定会越来越好。最后大家一起来吧，奇趣特工任务，任务成功。怎么会结冰？明明天气这么热。有人被冰冻住了！哇！这么热的天气吃冰沙真是爽啊！收到紧急求救信号。有人被冰！冰什么冰？难道你也想吃冰沙？有人被冰冻住了！在什么地方？在码头，你们快来吧！我们赶紧出发吧！不怕强敌，奇趣特工。勇敢的开启，坚强不向困难低头。健身装置，瞬间闪启动，凯奇变身。不如用出萌萌的触手，用超能力来战斗。下界猫变身，爱儿就是力大无穷，大成正义大危机。情绪的部队，解决危机的奇趣特工队，出发！
怪了，这么热的天气，这冰为什么不会融化呢？里面的人被冰冻了那么久，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？我用生命探测仪检查过了，它没有生命危险，只是处于冬眠状态。一般的冰遇热就会融化，为什么这块不会呢？根据分析，这块冰并不是由水凝结而成的，而是一种不知名的元素，所以不会因为高温而融化。嘟比咕比，哦，原来你在外星也见过这种现象。难道是外星来的冰封怪物？嗯，我觉得没这么简单。大家看他的表情，很轻松，而且还在微笑，一点都不害怕，不像是见到怪物时的表情呢。不过他想指的是什么呢？这个方向是市区，我们去看看吧，说不定能找到线索。嗯，我们赶紧过去吧。一路走来，好多东西都被冻住了。真希望能快点找到重要线索。这里有人被冰冻了。看，他画了一张路线图，目的地是……医院。哎呀！果然是来了医院。咕嘟比，护士姐姐，刚才是不是有怪物来这里捣乱了？不，他不是怪物，也不是来捣乱的，他只是一个外星人，是来看病的。外星人看病？喂，你好。原来是院长啊。需要一只外星人。可以，没问题。这么快。这位外星人得了什么病？干嘛走这么快？请教博士。原来是你呀，皮洛。快救我！看来病得不轻啊。阿呆阿瓜，赶紧把他推进实验室。是。你们最好离我远点儿。不要被我的喷嚏喷到，不然会……放心吧，他们是机器人，不会被你的病毒感染的。不是这个原因。好了，别说话了，好好休息，等会儿我帮你做全身检查。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对他们做了什么？我都说了，不要被我的喷嚏喷到，不然会被冰冻住的。你哪有说喷嚏会把人冰冻住啊？是你一直打断我，不让我说呀。不是，药箱拿来了。不得了了，皮鲁装备来搞破坏了。这样了，快来救我们呢。果然又是皮鲁，这回还装病，太狡猾了。我们赶紧过去吧。李正，你们终于来了，继续特工。皮鲁在哪儿？就在客厅里。皮鲁，束手就擒吧。比格多，奇趣特工队吗？别再装病了，你的阴谋已经被我们识破了。我是真的病了。别骗人了，冲天捕手发射。嘟嘟，你在干什么？比格多，咕比，你觉得皮鲁是真的病了？生病了还到处捣乱，把人冻住。咕比，我只是想问路去医院，谁知道喷嚏打个不停，我要去。哎呦！门被冰冻住了。终于露出真面目，攻击我们了。这种武器的设计十分奇特，居然是靠打喷嚏来发射的。
不是的，水母星人一旦感冒，打出的喷嚏会把人冻住。我感觉鼻涕正在加重，你们快离开吧！啊，皮鹿居然会关心我们，看来是真的病了。对不起，我们刚才误会你了。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帮你呢？你们帮不了的，只有我们星球的乖宝宝派发热贴才能治好我的感冒。咦咦咕嘟，啊，真的，你带了发热贴来地球啊？咕咕嘟，既然在你的飞船里，那我们赶紧去拿吧。那就拜托你们了。比什么？药箱不见了！比咕嘟比，那怎么会不见的呢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博士把飞船里的东西都放到那堆杂物里了。你们快走吧，我又要打喷嚏了。现在病情加重了，喷嚏的威力会更加可怕的。根据分析，皮鹿的冰冻喷嚏威力增加了10倍。找到了，果然在这里。原来博士把巧克力藏在这里了。时间不多了，嘟嘟公主。比咕嘟，用念力把箱子都打开吧。接下来看我的光迹追踪，这里没有，它不是这个，啊，这个不是，不是这个。我们找到发热贴啦！发热贴，发热贴，嘟嘟嘟嘟，啊啾！成功了。奇趣特工任务成功。外星人生个小病都惊心动魄啊。嘟嘟，你生病了吗？你生病居然会打带闪电的喷嚏。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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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